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 Darren Lee， 呆男，超级帅。今天做好一任男友，一任男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meet 另外一个男友叫 Jaden。我讲一下我是怎样认识 Darren 的，其实是我不认，其实我一开始我都是不认识他，就是认识，应该是 CCN 哦，就是音乐哦。我问前面，比方音乐我不认识，就是我知道有 Darren 这个人。然后我就知道，我应该是验完手，我听讲我这 Darren Foundation 的时候拿七个 event 啊，还可以进 President list 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来很顶很顶瓜，就会知道你是哦，应该是 SRC， 那个时候我们是不一样的 team 啊，你没有选到我就来算了咯。然后就是孕育啊，他那个时候，然后他们找我去做 BOD 嘛，然后我就去了那边，他才哦 Darren 也是有在，然后才加认识。很美的地方，结果原来只是僵罢了。We are the love singer。我不会跳，我不会跳。600 meters, take the exit on the left. 哎，你有在可能在上面跳过吗？这首歌？啊，你有表演过不是的？很多次啊，OK， 不止一次哦。忘记了，我应该只看过一次吧。5-6次啦，不会 reverse parking 没有错，好不好？单手给，不要。哎呦 ，parking 厉害啊！我说说，我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没有办法。我在这边陪两个大男人选衣服。我认不认得穿在口认？其实每次进这种衣服店，他们都会给一个手套，可是我不明白，因为有时候你需要两只手来看衣服，这样子另外一只手要用什么？来摸诶，可以反应一下吗你？这个裤子有点可爱。啊，我靠！配你耶，配耶！我靠！我不穿四角裤啊。裤里面还会再穿的吗？没有啊、哦。没有啦。我知道。啊，会顶到。我不懂。三角裤就不会咩？不会啊。这个会顶到，你穿过拉上来的时候会顶到。OK。今天我们要带 Jaden 来打耳洞， Jaden。其实我也是想要打耳骨。哇，你看你这手怎么还？你上啊！我卡着了。这个手有点粗。你的手太肥了，穿不进。这双鞋子是我看不懂的鞋啊，我不懂要穿去哪里，可能穿去捕鱼啊，还是捉鱼，我也不知道。可是鱼也是会跑进去啊。可爱呢，耶！拜拜。上。说。给不给？代表我是合金，你这种是拆一拆的话。我们今天要去看 Kong and Godzilla。现在我们看完了Kong and Godzilla， 然后要去附近的一个公园一个 park 走一走，然后再去吃晚餐。灯不开，我们已经到了那个 park， 反正一片漆黑，就是来没有人来这边走路散步了。本来要去吃韩国餐的，然后我们改变主意了，也不是很饿，然后去吃buffet有点不呆， so 我们就来吃寿司。知道它是寿司，对，寿司过于比较有。
然后突然间我们又决定要吃寿司啊，然后又跑来吃回韩国餐，但不是buffet啊。饭店住全部要回去做工啊！走啦嘞，走啊！有缘再见啊！耶，拜拜！不要再见了，我还想跑步，换个人转。这栋，我这一栋有车。拜拜，男人。你要再感谢我？谢谢你载了我一整天，充当我的一日男友。拜拜，good night。拜拜，good night， 下次见，拜拜。